办这次活动，其实就是说，因为很多人跨不出这一步，因为什么？没有机会给他们。那我们现在是制造机会，不管是谁，我们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跨出这一步，那给他们完成人生的梦想。嗯。哦，这个机会给他们，那我们定位在哪里？其实成人之美，那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是比较重要。嗯。至少我刚才也讲过啊，以后他们那个孙碰碰公五，因阿公老老的时阵，对不对？想无嘛是讲，会想着讲，哎，六哥啊，想着 K 中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成人之美，我是觉得这是我愿意做的，没有计较这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。创会长，我的梦想因你而翡翠灿烂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完成这个环岛之旅。然后也谢谢你一直以来骑车的路程啊，台山线啊，环岛啊，这中间的领导，然后这中间的辛苦。很感谢创会长能举办这个活动，也希望以后能多举办一些脚踏车的活动。没有他在后面的鞭策，我想这次骑对我来讲真是非常的艰辛。我也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办下去。感谢我们创会长丁奇忠会长能够这样不辞辛苦的安排这9天的路程。从来你为咱革命区吼，这个铁马社办这种环岛吼，大家健身，还佫节能减碳吼，还佫会当响应 MND。非常的棒哈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创会长，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。这几天你真的很辛苦，希望你能继续加油。创会长，谢谢你帮我圆了这个我多年来想要返台的梦，也为我自己的人生写下记录。谢谢。创会长，感谢你。我对你虽然不能曾经拥有，可是我短时间的认识你，你让我感觉到幸福快乐，希望你能够持续保持下去，谢谢。创会长，我看你每天这样忙进忙出，我想说你应该都比我们早起，比我们晚睡，你真的是辛苦了，在路上你都这个电话接不完，那个电话一直打，这样子一直帮我们在联络的事情，你真的是了不起。第三次参加环岛，谢谢那个林创会长给我们机会，虽然过程中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，可是终究他还是很客气的把事情处理。第三次环岛，然后感受创会长的压力啊越来越大，是啊，他还是能圆满解决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大家都能和和乐乐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环岛，非常感谢林会长行程的规划，还有路上食衣住行的照顾。林会长这次辛苦你了，虽然我第三次参加，可是这次林会长特别辛苦，感谢。创会长，我们爱你。创会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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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会长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创会长，加油！爱你哦！